现在我们在青岛的地铁站，前面都是我们家的亲戚。我们现在要坐地铁去薛家岛玩。我那个朋友也姓薛，搞不好他是岛主哦。挖得很深哎，咱们继续往下。蛮跳台湾叫做捷运，这里叫做地铁，这边是买票的，买票哦。投钱就可以咯，这边坐这个捷运还要先过安检的哦。如果年纪超过60岁，记得不要买票哦，你就拿台胞证到里面的服务中心换免费的票，就可以免费在青岛坐捷运坐地铁咯。就换好了，免费的，超好。这个就是我的票啦，5块钱，5块钱单程票要去薛家岛，老婆5块钱。这票还蛮漂亮的哦。对，台币就是20块，可以坐40分钟左右。这么久？对，才会到薛家岛。哎，刷了票进站之后，咱们继续往下。地铁还蛮过得蛮深的。哎，如果不讲的话，其实大家也不会感觉出来这在大陆，这跟台湾的捷运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对吧？连声音都一样。有没有一模一样？超像的啦！这里还有一个比较贴心的地方，你看它的车厢有分成强冷和弱冷。如果你希望冷气吹得凉一点，你就坐1、2、3车厢；你希望吹的冷气不要那么强，就坐4、5、6车厢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小村庄，5块钱一共坐15站，这个就是著名的台东地下街。坐。住到这个啊，对呀、啊，要去机场。薛家岛要去，朋友家走走。上车。现在是非假日的中午哦，照样是人山人海，人山人海。急啊，我换浙江观众1号线，人山人海。这边也有下一站的中英文标识，一模一样哟。爱心专车。接下来就要进入薛家岛站了。现在我们正在跨海隧道，也就是正在海底下面喽。请问运行方向左侧偏移，下车时请注意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和高度差。We are arriving at 薛家岛。Doors open on the left。薛家岛，这就这里的捷运站。感觉还是可以的吧，可能跟想象不一样，车上有点杂乱，小孩子还是比较忍耐不住，吵吵闹闹，但是大多数人的素质还有环境都已经很不错了。这些都是我们家人，我们刚刚原来是在这个小村庄，所以你看往这个地方走，这里就是薛家岛，大家从这可以看得到，它根本不是一个岛。只是名字叫薛家岛，我们刚刚坐的地铁就是从这里跨越了胶州湾，从海底隧道过来，不然以前的话可能得开车绕这么大一个圈才有办法到这里哦。所以薛家岛并不是一个岛，我的朋友原来他也不是个岛主。好了，检票出站了，原来这次出站的全部都是我们家人而已，咱们下回见，拜拜。这也很高嘞，你看这里第二道超长的这个电梯手扶梯，哇，这手扶梯真的很长了，超长的，你看，哦吼！出站之后才发现，原来这里不是个乡下，也不是个岛，超繁荣的啦，薛家岛。这个薛家岛站出站之后，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，根本大都市嘛。哇，超热的。